说坐飞机比坐火车还便宜。河北省首条省内低成本航线石家庄至唐山航线刚刚正式通航，航线开通初期机票价格最低只需要9块钱，不含燃油附加费和民航发展基金。对这样的价格，河北机场负责人说，他们希望飞机也像汽车一样走入千家万户，让人人都坐得起飞机，让飞机不再神秘。为老百姓着想这样的理念，咱们赞一个。